那开心，那一块上了上了，看，是我家老光头，老光头来、来，要拍我，看一下镜头，看一下镜头，看，干妈太会躲了吧？光头佬，看镜子，妈的戴口罩。不看这给你一个特效，麦讲，我想我讲盖起我哟。我马上上头去做白天啊！我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感觉到我是犯了大错误了。我从灵魂深处，我感觉到我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。今天是2021年7月21号，要从台北飞往上海了。希望后面一切顺利。最后拍一下我家人，老光头，阿纪啊。阿姨，阿姨，回去祖国了，回去祖国了，对，回去祖国了，回归祖国。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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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彦成今天特地接我到桃园机场，很重哦，很重吧？因为后车厢都放东西。OK， 是啊。可是我发现还没退兵呢，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好。我们去乌来上面坐溪走走，因为我们要踩石头嘛，我就牵大手，可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有跟没有是什么差别？就是心里会不会有那种触动的感觉？这样，他就坐在这个位置，我手就这样，他就牵着他。牵手这招就对了。小时候看书是为了考试啊，对，是为了分数，跟现在的读书不一样，读书是真的想要让自己变好。现在读书是你要提升自己的质感。这个就是有参加读书会，但是没有参加读书会的那个差别。少来少。开喝，这下面是巧克力，对，这下面再要咬一下，好喝哎，感谢你了，送你下去了。现在我已经到桃园机场了，这个隔离外套穿上去之后啊，整个起雾，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。刚刚遇到一个婆婆，拿了一个面包给我，婆婆又来了，婆婆又来了。哎，开开吃，丢掉口水，我吃。吃完买很多啊，你快快去丢掉口气。谢谢婆婆，拿到一瓶燕麦，还有一个面包，耶、！登机前要先消毒。这个走真的是走路也就觉得好喘，喘得有点受不了，但是真的很难呼吸啊！被捅鼻孔，捅到深处，然后在里面那边挖挖挖挖挖，哇，那个酸爽感真的受不了！又拿一根很长的棉花棒伸进我的喉咙里面，上下左右一直嚼，超难受啊！我的行李，黑色的行李。这是往上海了吗？OK， 谢谢。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走去哪里。我现在人已经到上海的隔离酒店了。